我就睡着了啊。然后我就有些微的感受到那个绳子在拉动拉动，可是因为我太累，我基本上是昏过去。后来呢，我后面人就说：“哎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”我说：“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开拍吗？开拍吗？”他说：“已经录完了啊，拍完了。”那一场已经拍完了，没有，我就是在睡眠的过程中拍完的那一卡拉，我就到了那个导演的后面，偷偷的看那个看那个回放。哦，我的状态是这样。很认真的，我喜欢撒点小谎，大谎倒是不太说。哦，小谎不断，小谎不断，大谎没有。哎，比如说，哎，还没睡吗？就还没睡，骗你说我可能已经睡了。哦，哇靠，这胆气多屌哎！哎呦，这个已经睡了，然后晚上再出来。对呀。那这个就很严重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的这个演艺生涯初期，我那时候在拍一部戏，都是外景，然后都是一大早，所以有一次呢，我记得是拍一个拔河的戏，哇，那个戏。一大早大概凌晨4点就到公司梳化，然后就到那个学校。然后因为前一天我严重的失眠没有睡好，所以我那天好累，然后一到那边呢就大太阳在晒。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拍戏常常都是跟季节不一样，你夏天就很常要穿长袖，冬天很常就穿个短袖，台上没有春夏秋冬。对，台上没有春夏秋冬。然后那时候就是穿个那种运动的那种长衣，然后就要在那边拔河，那就又热，然后整个人就很晕，然后我在那边 setting 在等等摄影机等灯光的时候，我就睡着了啊。然后我就有些微的感受到那个绳子在拉动拉动，可是因为我太累，我基本上是昏过去。后来呢，我后面人就说：“哎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”我说：“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开拍吗？开拍吗？”他说：“已经录完了啊，拍完了。”那一场已经拍完了，没有，我就是在睡眠的过程中拍完的那一卡拉。哇！然后我就说：“浪的啦，哎，没有，其实就是那时候是三机拍摄，所以其实景的也拍了。”那我就想说，完蛋了。我说：“你知道我睡着了？”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后面的演员知道。”他说：“可是好像没有人发现。”我就到了那个导演的后面，偷偷的看那个看那个回放。哦，我的状态是这样。很认真的在合理啊，刚好是低头用力啊，因为我是第二个，所以他以为可能以为我很认真的在拉卖力，但其实我是完全睡着了。然后这个东西后来播出的时候有播到，就是播到我这样子，哦，大家都觉得你演的特别好，对对，好像哇用尽全力，可是其实我已经根本睡翻了。好像你睡对方向，你如果这样就完蛋。对对，这可能没有，这样也合理啊，仰天啊，哎，对耶，对哦，拔河的时候睡觉。拔河的戏竟然边睡边完成，而且没有被发现，拍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